到了，上去吧。不上去坐会儿？好吗？你又不是没上去过。那不是以前吗？以前怎么了？现在胆小。我家应该你比我更熟啊。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怕我吃了你啊？我怕你咬我。走吧，聊会天。只聊天。对呀、啊，只聊天。那行，走吧。干啥？不是。走吧。你拿啥呀？哎，没事。不，你咋偷偷摸摸的呢？哎，走吧。谁呀？大晚上的。没事，公司群里发信息。公司群里信息我怎么没想？哎，别问了啊，就是垃圾信息，没管。你刚才不还说公司群消息吗？行，睡觉吧，明天说。干啥呀？拿来看。别闹了，你干啥？拿来看看。陈明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咱刚和好，你有病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啊。这啥玩意儿？你错了，这些句道歉能解决了的事儿吗？你真忙不是人！你干啥呀？别闹了！哎，好了，干啥呀？睡觉。陈明，我真瞎了眼来了，我一坑里我坐两回，我真有病！你他妈看看这谁信息？这是谁手机啊？我对你一心一意，只换来了空缺。